当学生走出大学校门，进入社会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，这是大学生迈向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，这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第一步。这一步的好坏有可能影响今后漫长的人生。作为职场新人，怎样才能迈好这一步呢？一，做事之前先做人。做好工作之前先要学会做人。初入职场正要在待人接物、语言方式、行为举止等各方面都做好，让同事先接纳自己。要诚信、谦虚、勤奋、好学。作为一个职场新人，最忌讳的就是懒惰而又眼高手低，二多干实事，少说空话，